坦离而明其功用也。知特殊途，物未易，则知天下万物，莫不生于太一，育于元阳，而易之为交，莫外于素万有之始终，推万物之生成长育，更由是以明天道人道之体用，及夫事物变化消息之数运也。故一词虽简，未易即弘，其道至深，未言必备。苟欲洞明其故，则故不外求之象数与文辞也。而易之象数，则近乎行气之精；易之文辞，则概乎义理之志。不深言而通其趣，则。